家族喜事少不了我。没挂。拜托你们小声一点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喜欢靠在一起、大哥，原来你不是去看电影，是去演爱情动作片。哪里看？我去哪里？跟你讲，爱情动作片哦，就是这样子发展。我不要再讲了啦，讲的有的没有的，没营养。先想办法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。不要笑了，认真一点锯啦！你不要锯到我手了啦！不会了。哎，别拍了！别拍！哎呀，不要拍！哎呀，不要拍！对不起，你死了！别拍了！太荒谬了，我要记录一下。别拍呀！哎呦！先生，哎呦，不要那么好笑啦！哎呦，那个脸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上传哦。不会啊，我自己记一下。好了啦，不要笑，小声一点。嘘，快点去啦！大表哥，你没有笑哦。平井山，看不出来你没有在笑呢。那没有，我竟然在憋了，但是我真的忍不住。好了啦，星星山，小声一点啦，等一下阿妈听到怎么办？笑得我腹肌好痛哦，认真去啦。好了，帮忙，乖。不过，你们是怎么把钥匙弄丢的？啊，就，说来话长。哎，钥匙在哪里？哎，衣服在厕所。对。哦，是在口袋里了。听一下。不过没有备用钥匙吗？备用钥匙有，那我们弄丢的那一把就是备用中的备用。还有更碎的嘞，因为这个解不开啊，所以我们就把手铐还有衣服全部买回来。不愧是龙飞总干事，有钱吗？哎，这件事绝对可以记录武家的历史之中。谁说你？千万不能跟别人讲。真的，你不能说。太丢脸了。爸妈知道，我就知道是你说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，夫妻情趣嘛。情趣嘛。懂。去，快去啊！懂。好害羞。赶快去。我好像去不断。去不断了。哎呀，专心。总经理，评估报告已经差不多了，我再做最后校对。我不是来催你的。哦。
之前你桌上不是有白衣盘？哦，你是说薰衣草吗？对。可能我这阵子太忙，没空顾好它，它就枯掉了，所以我把它处理掉了。我们聊聊吧。我昨天回去想了一下，你为什么会跟我讲那些话？后来我懂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有意思？对吧？我不怪你，之前在台中出差，我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些，不要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可能还是让你有些误会。我承认，在台中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产生某些想法。所以在摄影棚拍照的时候，你才会不自在。毕竟我不是专业 model 嘛，所以要跟我老公以外的人有亲密动作，肯定会觉得很尴尬。再说了，很多事情本来就应该要有界限，否则就很容易产生误会。没错，我认同你的想法，我也不想被过多的揣测啊。为了要尊重你的想法还有你的感受，我也跟子涵说，之后的广告请他找别人帮忙，我退出。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，我希望不要去影响到你的工作。哦对了，评估报告校对整理完之后就发给我。我就烂，红红，你听我讲，我最我就烂，我是最，我是要有信心，我是最棒，我是最最棒。哦，又是你，请你离开好吗？这里不欢迎爱嚼舌根的烂人。You're so funny, Wednesday.该说你是神经大条还是太乐观了，现在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，看来知道维托利亚的过去并没有对你造成任何影响。说那么多干嘛？出去。红红，我来。怎么样，失望了吧？我已经知道维托利亚的故事，他们已经分手很久，婚约也已经解除了。我不懂为什么你还要挑拨我跟维托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跟维托的感情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你摧毁的。No， 不是我要挑拨离间 ，In fact， 是利亚要我回台湾找维托回去。